而且呢，其实法国雅漾的舒库活泉水，它拥有那个地底深层的矿泉水的矿物质，它拥有完美的钙镁比例，所以才能够真正达到舒缓保湿以及调理不适的功效。没错，没错。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，就是最近，讲到雅漾的活泉水，其实因为我小孩刚诞生嘛，其实我开始在月子中心开始帮他换尿布。对，有时候帮他换尿布，然后就是为了。帮他保持一种就是保湿，然后让他比较舒服一点，我真的也会喷一些活泉水，对，在换尿布的同时。哎，跟刚刚那个医生所提到的一样哦，医生他也说到他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。哇哦，所以跟品冠一样，如果说在家里面当爸爸要换尿布的时候，其实活泉水拿出来喷一下，就马上可以舒缓小朋友的尿布症。是的。那你自己觉得呢，在那个舒缓活泉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？有，其实我身边的不管我的工作人员啊，或者是好朋友，这我的家人，我太太现在一直在喷。对，尤其是我家族其实皮肤比较容易过敏，对，比较容易过敏，所以就是我们选择的产品一定要是那种抗敏或者是低敏的。对，所以雅漾活泉水我觉得一直用到现在，我觉得除了让我很清爽之外，然后再也没有那种让我皮肤很敏感的那种状态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诚挚的要推荐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一定。哇哦，而且呢，法国雅漾舒护活泉水其实一家大小通通都可以使用，包括小 baby 婴儿都可以使用。是。